啊，要死了！没丢的。没关系，我把诺亚撞死了。谢谢。谢谢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我没有什么。再不进点，不是有、哦、那只猴子一直有进，不是吗？哎呦，不知道，没有，他们刚刚出去了。完了！哇，哇塞，那边秀满脸了。哦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为什么是这样？都是坦克被打，他有机我没有。简单的计算，必然的结果。笑到肚子痛。哎，冬天玩真的是很难过哎。没有，我在硬的，对不对？我在客厅开着暖气。我手很冰啊。然后，是我不敢玩太真的东西。我。不发表任何言论。他房间28度，我看我房间18度哎、欸。我房间如果不开暖气的话，26度。我是开着保那个呢，卤素灯那个什么冷什么灯的、欸，电暖扇哦、喔。电暖扇。哦，我知道，就一个。你说给狗狗猫猫吹的那种？不是人吹的啦。狗狗猫猫，就是一个很像电风扇的那个、啊。对啊，那是给狗猫用的哦、喔。难怪我觉得一点也不热。哈哈哈！因为你是肚子啊。我家空间太大了啦，要小小一点的空间比较好。那你要不要抱到你旁边放着？我放在我的腿边呢。那你要不要搬出去？要啊。直接说。你什么时候要跟我一起住？你再开台，我不要。等下，等你关台再说。那你要帮我洗衣服。可以啊，反正洗衣机是我手洗。洗你笑屁呀、啊！没有，想要洗一洗，全部变粉红色的衣服。为什么？红色啊。跟白色一起洗啊！干，你不会洗衣服哦？不是，我想说为什么会有红色的衣服？哦，为什么不会有红色的衣服？因为我真的没有红色的衣服啊！哎呦，想要红色吗？买给你。小雨，你家的？我的吗？他还在听台齁。安内干丢。你是说我安内干丢，还是小雨安内干丢？应该是我们安内干丢。应该总有一个啦，不是？我真的很喜欢这张诶、欸。前往库拉多，月黑黑吗？我喜欢那种可可夜总会那种感觉。哦，我也是、啊、我有看过可可夜总。我那看那一部飙了3次眼泪，兔子飙了应该5次吧。可是我，哎，没有哭，没有哭，我好像没哭。然后你还在里面笑，我没有笑啊，就是有一些桥段是蛮好笑的。你怎么会没哭啊？我不是爱哭的人，可是我看黑魔女有哭。原来是泪点不一样吗？我要继续。哪个时候？就是 Maleficent 掉的那个时候。被剧透啦！被剧透啦！什么东西啊？ Maleficent 不是他不是已经结束很久了吗？我还没看啊。白痴哦、喔！有人剧透啊？有人在敲钟啦、啊！我也要敲。你玩原始啊，可以一次敲3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操，你卡挂在这边，你玩溜溜球呗。
小东东该走咯，莫姨该出发咯，莫姨。好。哎呦。有炸弹鼠，有莱因哈特，有小美。要死掉了！啊！满足了。哎、欸，莱因咋在这？我不小心把他勾死了。你去哪了？我只是按个虚无特。我救了你，我救了你一命哦。啊？救了你一命。我把一只骨尸带走了，他又回来了。上面有一只炸弹鼠，上面在楼上。哇塞！我突然好卡哦，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刚刚也突然爆炸了。半斤八两，半斤八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车不要推我。帧数17，有点低。有币，有币，有币。我补你，我补你，我补你。不行，他也有人补，我打不死他。没关系，我蹲子推车。哎、欸，我踩到陷阱了。哎、欸，睡着。我踢了他右键，没死，好难过。不行，他有人补。对，他有人补。不不，为什么是你？不是你啦！我跟你讲，安娜在后面专门补他，优秀。又是屁嘞！他又有盾。是你的，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没追到。咕咕咕有大，咕咕咕有大啊！对，咕咕咕有的。咕咕咕是谁？咕咕是咕咕啊！哇，你躲那么后面，你很怕死哦。不是，因为我听到声音在附近，所以我就往后躲。怕死了！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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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打我！他们散开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。抓抓抓他，抓到他！抓那咕咕咕为什么会断大了？他那刚丢。啊哦，蓝衣，蓝衣，蓝衣强化，我要走了，蓝衣强化。对对对，蓝衣强化。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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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救我啊！救我，王八蛋！有有谁呀？我操！感觉一道光，绿灯在发光。卡住了，对不起，等一下嘛。哦、哇，你断大、啊！我不要啊！这个、哇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看到你，好了，不要让我掉进去了。哎、欸，他死了，死了。为什么我刚才叫成这样？很多桃夹子。楼上有那个炸弹鼠。炸弹鼠。死了。那怎么上去啊？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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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。他没复活的。你们炸弹鼠手上面给我们添加东西下来，让我们死吗？好像不会。要死我了，让他。我刚刚看到 Tina 的尸体在我们眼喷出来，还睡啊，还睡啊，睡啊，睡啊！不是我要睡的，他逼我睡啊，他睡了我啊，付钱的妈的！一斤多少？哈哈哈哈哈！对，你以为你躲在车后面，他们都看不到你？不哦，不哦，不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看，反正那个什么的，十二珍珠十二那个。没有人能逃出我的双眼。小尾巴。怎么上去啊？好烦哦。啊！哎、欸，我走了。走吧，我就不要回来了。死的是九扣。对呀、啊。喂，臭臭来了。欸、我错了，我不出去了。艾琳小朋友，你想玩吗？我可以把我的位置让给你，然后我去吃我的鱼。我也可以让给你。鱼蛋那两个可以让给你。艾琳，你有那么胖吗？你可以占两个位置吗？你有两台电脑吗？嘿，账号不是问题啊，我有两只啊。电脑才是问题啊！你有个拜托姐的。我妈回来了。不不不，等一下。我先挂个麦哈。
仓鼠是不是要很会找地图走啊？我每次都走错地方哎、欸。我没有两台电脑。我听到避雷，避雷在哪？在右边。不知道，还在找，还在走。他站起来，他站起来了，打他打他。站起来。他们讲话。我没讲话了。在打、啊，炸弹手右边、哦。两枪，不仅残血，半他半血一下。死了死了死了。有有死。不行啊！我好看，我好看 ，Oh my god！没关系，我十十七。啊，有我拿我的命去，我拿我的命去打他。哦，哇，那是打我。有，我有看到，我有在你旁边。所以你有活下来吗？有、啊，飙出去的时候被他震倒。再、okay. 再见。啊，可怜了！你也可怜。妹妹，我活下来了，我活下来了。啊！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那个避雷！你刚说什么？不行，那避雷！操你！避雷在哪？避雷在那个转角。在一个有点难狙的地方，哇！你要绕后面才狙。碎了啦！就说那个，就说那个，那个安娜睡人不付钱哦。啊！安娜在补他啦。看，怎么是死安娜？为什么是死安娜？哎呀，看，没有莱茵哈特来得太快了。那、啊、还可以把避雷带掉的啊！好了，打，我要去打那个。我靠，反击的刀会发光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对，它会亮亮。我以为他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把他推起来，就是把他打起来，结果不会。你勾他就会了。可是我在射，我不能勾啊。他别打，别打，别打了。OK， 可以，哎，很棒啊你。结果打。哎、欸，救命啊！滴血！啊，算我直接吃五包，吃五包，吃五包。那边有，我很怕他跳下去，他差不多应该会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！这都是啊！避雷，避雷过了。哎、欸，你有吃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、哦，还好是撞我，对不起，我比较胖，可以撑比较久。我在跟楼上大战鼠玩，没有，他不想理他嘞。快点，不行不行，那个避雷站起来了，可是我杀不死他，他被强化了，他躲回去那个小位置那边。哦，那个避雷，他太大了，撞他走。Yes。避雷死，避雷死，安娜死，莫伊拉，莫伊拉，莫伊拉，车在推我，干你老师，不行，车在推我，不要不要，妈妈，我没到。妈妈不是我的、哦，我看不行，我找了一秒吃那个毒，不是毒，那是什么？是毒嗑药。我这游戏今天下午我陪我堂弟玩嗑药吗？吃毒手机版的那个吃鸡药，对，我不会玩，完全不会玩。他说你陪我玩，你陪我玩。我说我不会。啊！我死！我死！我死！我被毒死！我来了！我来了！这个球很烦啊！对不起，我忘掉时。吃毒。所以毒好吃吗？哎、欸，我好看 ！Oh my god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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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次出避雷就对吗？干鸡巴，没得到避雷啦！不行吗？没有啊！你要冲，你要冲，你要冲！你先在里面没有，在里面玩。好了，避雷爆了。你们车也要爆了。
他吹不下来，吹不下来，吹不下来。对不起哦，不要那么气。啊！居然这样子。好啦好啦，好累啊！吃我一嘴，不要这样子，他也是无辜的。不是，重点是他垂下来之后很气，然后就撞我了吧？笑死了，哎呦！都是那里呀、啊，他很气呀、啊。你看那个壁垒，然后我把他抓起来，斩哦！好了，我可以去吃饭了。艾琳上啊！啊，哪上啊？艾琳上啊！你哪上啊？我已经在玩了。拜拜。我说提拉米苏上啊！我只会切账号。那我先管理一下台，我要去看看有没有信，不然我现在好紧张。哦，好，我等一下再陪你们玩。好的，那我先退。好，那我决定。你决定什么？我去买这个。我以为你已经去买了。还没有，还没买，没弄过。对方已经是关了。还没，等一下哦。还没，还没。我白痴，原来我刚滑鼠灵敏度跑到最极限，想说我刚刚怎么原始一玩下去，滑鼠那么飘。好啦，今天先开到这边。那等一下七点八点会再继续开台，那吃完饭再来看台吧。大家拜拜，记得去吃饭哦。我要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信，不然一直没收到信，我现在真的是很紧张，很难过，很紧张，对吧、啊？好啦，我会再找看看，因为刚刚那一群就是我干爹他们，就是愿意开一张麦块地图给我玩。所以之后有机会就是玩麦块啦，哎呀、啊，好啦，大家拜拜，我先再等一下下，还有快凑个3小时30分的整数，哼，那、啊、等一下就是7点半继续开啊，明天原则上下午会一样再开啦，因为今天是睡过头，所以没办法。好啦，感谢各位咯，赶快去吃饭。我灵敏度要再调一下，这好还是有点飘诶、欸。